候选？我候选好了。好，选谁？选啦。离我比较近的好了。好 ，OK。噔噔，哇，好多钱呐！500人，很多啊。我们西区的是2000。请点菜，好，东君先。鳕鱼豆腐10份，姜糖甜不辣5份，焦糖甜不辣5份，香菇5份，香菇5份，好 ，OK， 好，换我们西区。吃了六点。牛肉丸，好吧。对，我们要。6份，我们要玉子羊4份，玉子羊4份，好 ，OK， 先这样子。各位，你们吃多少要自己先算一下哦。1500。你们现在点了多少，你们要自己先心算一下哦。好。你才有个底，不然会吃到不知道吃到多少钱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单价最高是40，最低是10块，到底应该谁能够追进1500跟2000，好不好？焦糖甜不辣想要10个，烤麸3个，高丽菜卷2个。哎，你刚刚焦糖甜不辣吃完啦？嗯，太好吃了。你是不是也想吃牛肉丸？哦，对啊。我帮你点个5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吃一个 view 就好了。我目测才300块而已。10个，不是他傻大过年了。10个，15个。而且你们点很多，搞到都点到10块的，因为最高是40，最低是10块。西区现在目前665，所以你们要烧2000，还是3倍。好，东区呢，目前呢消费金额885块。885。不能再提示，就这样了。我们要4个德国香肠。4个德国香肠。2个玉米笋。那德国香肠感觉很厉害。对。超出来，关东煮超 juicy 的。关东煮很少吃德国香肠哎，很少。哎，号外号外，他们德国香肠好好吃哦。你怎么也开始吃了？德国香肠真的要吃啊！吃了。野烧煮了2个，牛肉丸6颗，玉米笋6个，超正油豆腐2份。我们要8个牛肉丸，8个牛肉丸，然后呢，再来5个玉子羊，黑板举弱。4个，黑板蒟蒻4个，鱼豆腐5个。各位，怎样？发生什么事？可能我们吧台快要清空了。哇！他们把整锅的鳕鱼豆腐吃完了。你们有没有稍微自己算一下大概吃多少？我们现在东君现在预计现在这边吃，我们刚好就是1500啊。你们这边结束就1500，对，你们不会再点了哈？不会。老板恭喜东君不点了，我们会点汤而已。细菌吃完了，还在加吗？我觉得要，因为1500都还没吃到，我们2000吃完就不合理。东君完食，这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关东煮，它很难找，但是你找到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辈子不会想要离开它了。东西两区呢都挑战完成了，东君的目标是1500块，西区目标是2000块。好，我们请我们大会来告知一下，我们东西君个别吃了什么。掌声鼓励。我们现在来公布正确的金额，东君挑战的金额总价是1650，所以呢 over 了150块，可是很靠近啊，很靠近啊，好，听起150啊，150，好，对啊，西